10岁到现在都是苦，然后带屋头种甜土。嗯，他顺着卖，我母亲死掉了，他死了8年了，他天上看到我，他儿在外面流浪，看我儿能不能够找到这饭钱、酒钱、烟钱，钱嘛，我是找不完，就又活不完。我跟你说，我是独立生活，靠自力更生，挣钱吃饭，不找钱吃饭，靠谁呀？去药房赚球了。从来不去药房，只是流浪的生活，就是这个。怎么不流浪？我来到北京狗子，还是说到我老子一天到晚老子不死心，老子走的时候老子全给他干死，没脾气，木头把我全部倒死，我都没脾气。老子没杀他上火，爸爸凭什么打老子多？我老子一天到晚，操他妈的！操他妈爷爷！这是毛泽东说的话，人不犯我就不犯人，犯了我就是说，你跟着警察我了，老子一天到晚，老子终于一天，老子我们他妈头来装死，那个朋友当中，他的火也不去，干死我！我看你给我的北京警察也好厉害，有好多人全都是干死。今天只能我3天过来吃。那狗走了，你特难受啊？是难受啊！我们女人过去都狗儿在河边溜，这就是我的心情。我还算什么呀？没亲情照顾，记得不？那狗跟你多长时间了？9个月了。从小的小狗一起大狗，一岁也9个月不看了吧？后来就是一般上没人我摆笼子，我就带狗儿去遛弯儿。我的狗从来没搞过你事。我的狗咬过谁？你问过这团里十斤的老乡？最乖呀，我的狗啊！谁摸到它都不能咬啊，这准说不咬，哪个摸到它都不能咬。这就是杨明先生用的意思。
你们看了谁？走不走兄弟，我三轮车还有保险，都是开过了，除了一个两个我比较急吧的。是啊，我怎么严重啊？我等几年到过去，算几年我的。钱总，钱老板，这老太害我疯子，我操你妈耶！今天在飞机出来了，老子江西一把火油把你给干掉，拿来吃疯儿子，算赚我啊！是啊，嗯，那油来咋？油的是油，不油。我是吹牛逼了，不油，油的是。你说你十六岁怎么了？十六岁分家。十六岁坐牢去了。二十几九岁坐牢，坐了十年。后来呢？后来他就把他出来，在鱼子上拿你妈20块钱，我弄不了老家。我操你妈，在鱼子上干了一年，我才回家。我大哥天天摆牌的时候问人，听他说蛮行了，怎么回不了家呀？他准备砸牌子，我当地牌子说拼命了。我操你妈！啊，没能力啊，没前途的人了。干啥去吧？是啊，这两天还有人，我有这个兄弟在。我跟你说吧，你看那是修空了的。今天有工资吗？兄弟们，啥玩意儿？你喊啥呀？我想问问你，谁？这怎么打你家连屁股啊？钱不是多少吗？啊？我一百三十几拿吗？我还是拿过来，这不咋的。我红的也没留着的，玩什么好久？玩什么玩？美国国务卿克里上天做，现在躺平了。
我呀，给打小车儿，我喊小哥给我举的，我去过。我就不说了，这给我签着的，你管我。不是，我也签着了。你也签着了。我给你拿。不太够人，原来就是他的，我拿回家他一点到他不会养，我拿回家养了他就，哎呀，他一跑就回家了，放这他就不待着。因为他夜里都跑回家了，打门了，他都知道他打门。王姐，王姐不会再给我看看？老乡，我来想黄姐啊。不知道，黄姐。我知道，我说是你。你没带走了，后来又放那个了。这是我家的养的小狗，他拿去玩玩玩，你们去种，养去种吧，又回来了。好久没我到大叔过来给送废品了啊，卖废品了。种他那儿，我送给他喂，哎，养去种吧，又我送回来。都是我老乡，有我说回来，他养不起，确实养不起。你别让他走啊，他回来了。因为走了，他会回来。我给你牵回来吧。你给我牵回来。
这是今天刚捡的。那烟还有吗？烟。有啊，那就这个我们吃不吃？我们吃的是。那行，看来我拆下一把烟。我的捡破烂从来不拆烟子，是吧？没这事了？嗯，这事了。放假。嗯，原来。还有这鸡巴小姐没有？啊？嗯。这小姐没有。所以这小姐没有出入满的。现在有消息没有？啊？我还想问你。小心！你把鸡跑！问一问鸡跑没有？昨天晚上酒没有，有地方都不去。俺这边下去不嘛？你应该懂得些，为什么呢？你问他，啊？他问你找小姐了吗？几万人有钱人不找小姐，我呢下午那还找小姐。那你是处男呗？是不是处女啊？处男？他说问你是不是处男，有没有干过女人？干没干过？没干过。活着干还要不到，鸡巴你书包没得干的，那鸡巴干不得。你这书包没跟你连接好了，我跟你说，哎。书包没比你和我的年纪还大，天冷了。啊，玩鸡巴都不到，昨天还生个孩子。你说要人要人要接财神，见不到马一头鸡一头，他的要人赶紧叫。是不是小孩？啊啊，是不是他嘞？而且蚂蚁它比它的要干净就。我这火锅里面就是该吃瓜。我没吃完。我是火锅里面就是吃瓜。我这是这把苦瓜面。不要啊，熊，你熊爸，熊爸，你给我跑。好的，就
那么多啊，我操的。老弟，你老，你老，你跟人谁迷了？谁迷了？你我还知道是主人，你跟谁迷糊了？是不是主人？安静，安静。我的宝贝就是黄金。黄金，昨天喊你搁这睡迷糊了。嗯。文静，哎呀，你们个华华人，太凶了，凶了，凶吧。给我这两个，这个给我五两交费，这个不好了。快点！你别让我的宝贝，我的心肝，我的心肝，我就跑了。他睡得真香啊，小朋友。你都吃的了，饿了。我就在这儿待会儿啊，回家了。我绝对没骗你啊！老乡，这是老乡，几股老乡烧红梅，日本梅烧红梅，这是钱，这是老乡，你这是乡的，打哪个？打哪个？快说，两瓶那是开水，给我倒了，那你们家头里有谁？你我直接把开水我倒了呗，就把我二锅火汤，你几把水浇进去，我靠，哎呀，我几把干啊，我烧的开水几多少开水？烧的有，是啊。没烧着凉。
我今天买了五块钱的土壶回来，是不是啊，兄弟？是不是你买的？二块到开水，三块开水，不到了。俺这边有冷水，你不到了。啊姐啊，从来没得水哦。牛皮啊，搁上头个水桶没水啊，肯定有水，晓得你嘛？我打一盆来了，来放两盆来了，不是。没这把水啊，有空的没水。对，小姐，好的，来，小三姐，那冬天有水没得？现在你看哈，为什么呢？我是没得水，那啥时候那个桶，啥都没，没得，牛皮啊，没水，这不管，这都没有，这里没有，哪里没有？牛皮没水啊。我哪里吃完了水呀？从去年到现在，他一直在这里。去年，给我来个烟。去年还有一个跟他一起的那个。哎，你家老大怎么都没看到了？老大，看到两个十五条狗。老大，看到。两个十五条。十五条狗。一十五条。啊我给你看了，我来，要不你，我不跟咱来往。还有你家兄弟呢？去年怎么了？嗯，今天也死掉。哎，你家兄弟呢？没看你兄弟了，怎么？从去年到现在。我去看好。哎呀，你们出来了！完了！回家来的。这光条砖，你这都搞坏的，我这边了。在这吗？在这，在这呢。在这吗？看我大宝看一看。我有那个吉他，麻了我牌子的，吉他都有。哎呀，哎，你这个录制下来是要传到网上去了，是吧？
不是一斤两斤。我敢这么说几句话。我媳妇儿干的事很大。我媳妇儿干的事情很大。但是三分我不干。我鸡巴抹皮我说老乡偷的。偷就偷。完了。不是不唱，对不起工作了啊！说两个大蒜，看我这是黑的，是不是两个大蒜？给鸡窝的钱买鸡窝毛，没听过听过老乡，四川这样一嘛，我就听过老乡，结果都不是，我没鸡巴酒，我只是一瓶两瓶，不是钱。没鸡巴酒，谁鸡巴不酒？你先一次拿鸡巴酒，这个炉子那个叫没酒，这个炉子那个叫没有？没吃过，看没看见过呢？我操你大爷！自己倒。那那什么子要喝酒，我倒。啊，那哥哥他们结婚了。哎，你别问牛皮的，一天工那个干，干好多钱一天？我问你。啊。干好多钱一天？对的，快点钱嘛。啊？对的，快点钱。我问你干好多钱一天？对的，快点钱。快点。二十草。我经常是不懂。好多钱一天？一百六一天，跟着这些不？我们是去山区，我操你妈的，挖到去去，日你妈操！我的天，是有中国有排宽，你给我挖到这过来，我鸡巴没庄稼收喽，是啊，你啥鸡巴庄稼收啊？他看看比这给我的高速公路还高，我操捞下来就是钱全部不满的。你相不相信我说这句话？你为什么不种田了？我种啥鸡巴田啊？种了没用。为什么没用啊？哎，人家打一千五百一股子，管几个乱钱，还当不到我在外面捡一个月的破烂，我买的人家千把斤骨头，你相不相信？哎，我还不偷不抢。你卖完那谷子卖多少钱？卖个屁呀！一个季度能卖多少钱？千五百斤谷子一共算好多钱？我们现在卖84块钱一公斤，卖几个卵钱？还有肥料，还有种子钱。种子钱这是几大事？五六十。我的地方没宽，就是个窄窄的水道，宽才个三斤。你来北京都干什么了？刚来北京的时候，建筑房子15层楼，不要钱，非常贵，不超过中间15层楼。我是建筑公司出来的，我待了25个，全部回家了。二来着，哎呀，我日来气吃不起，哎呀，行，我拿一包出来，太高了嘞，老乡日不起进去的，日不起，我都不知道，啊，你是黄的，我是白的，没鸡巴烟了。不管找不找钱啊，老乡啊，找你睡着的吧？都是我哥们儿弟兄啊。咋鸡巴你猜到了？我这有，给我吃。早就不去银行了。
我来了。我有。牛皮，我过来。说了。哎呀，牛皮，就是南阳鱼烧干。都是兄弟。都是我兄弟，我的兄弟多。我的徒弟都是五十多个，他不知道我的这些养活了。我给你接了五十个徒弟。几个老乡？牛皮。好。重庆的老乡。牛皮。你买得起小车，我买不起。我媳妇玩不来，大车我都玩不动，小车我玩不动。你说够了，够了就够了。牛皮哟，要吃过就吃个安逸，吃个安逸。我拿来穿了水啊。来台本。那红的还有呢。我刚才马上买点小。你说黄河在垃圾堆也捡到八没一把钱，去上班。我看我们这个东西很麻烦，就是受不了的。哎呀，来包面。干什么？面呀。要方便面，要方便。方便。不要方便面。拉倒。小的不够吃，多少钱？5块钱，5块就给了5块，够不够吃？哎，哎呀，我不要，够不？高汤面不，面上最饱。我要去打水。杨伯伯，馒头。你带不回来。5块钱，你几天没叫我？快了，行不行？行啊！要不到5块。1块钱。完了，我中午就像这个时候带过去，来了9点钟还我。好好，麻烦我吃馒头，老子都没得。这个我操你妈的，麻的往里排着水，把老子饿惨了。出来，把垃圾都给你喊了，中大两个馒头来吃。我操你妈！我一忍不了路牌哈，我没走过去啊。我3天再走一次，等了2天活了。意思是假的，随便一个老头，
他引我回来。喂的妈妈像根草，有妈的好花苞。一窝前来无聊，我走在北京找了妈的娃的派出所大老子的狗。流浪的人儿便没晚上就跟到火边流，看到鱼儿裤一不脱，线儿一不掉，怕说下水的把鱼儿带。这是流浪，随便编随便唱。后面、下班了。将军，我带你去看房子，让我去吧。两个过门。我差点活一会儿。你还记得吗？就去年有那个。去年。城管唱你的家，唱了两三次。三次。对对对。150腊肉，23条铺盖，38方便面，两个三轮，鸭子我打的烤。150斤腊肉。38方便面，23套被子，一千一颗鸭子，一颗鸭子，鸭子我画好的，我要肯定是混干了，这些是牌子是打的，麻溜啊。现在天上我们不行，草都当不得一根。我已经在北京留了，我母亲没临死前不要喊温暖，儿子呀，认不到字儿，没读过，你不要留。我相信我自己，就是父母攀不起我的，多生了我这个人不孩子，人不孩子，我们妈妈，我爸爸都等到死掉，是一分家断绝关系，父不赞。我母亲死了就是摆了80了，我大儿子还住，我大哥就开始在那归烂了，姑姑没钱啊，他是两个媳妇儿，为什么给我姑姑的重担？为什么我要把我搞一下，把姑姑的重担挑起？我跟你说，我就是苦命，我想到。我自己没老，找钱拿来做什么？我母亲死掉判我死了，该我儿子送他上山呀。儿媳如果懂我老母亲，谈我老母亲，我乡巴弟兄我都是82个人了，这就是苦命。我辈子都苦，母亲临死之前就说：“三儿啊，你就是个高华民呐，我确实是高华民呐。”
就是说早点起点儿，你攒到多少钱都用完了，你再给砸牙花，不行你我砸过自己坏呀。我想到我母亲她的话是真的，我在北京就是媳妇儿老公我都不认，认不起多得起，我让你们打我骂我我都忍下不开枪，让给你们打吧，只要没人把我弄死，这就是我。苦命就是苦，我就苦一辈子吧。为什么我一天抽你妈30包烟？没想到，脑壳打断了，破了，就是他，不想惹火，就拿着烟，哄着我老弟。老金不控制，就是说老金发坏，就不知道出去干些什么事儿，管不了。我就是一辈子苦，没拿过媳妇，我住完年，我炒过菜。就是的，现在我也不想写，没家就没家，我还是想写，早点想，我的母亲带走了，我儿子的还在给我的人间受罪，就是受罪。你从哪出来的？忽悠。儿子监狱，后来呢？出来我就在鱼子上捡了一个月的破烂。后头我就在鱼子上上班，把鱼子吧，7000钱一笔。帮我老板，我老板舍不得我走，我说我必须回去一趟。我坐了牢，出来还没回家。不知道哥哥忘不忘我，是不是？必须回家。回家去了，我又没转去。为什么？回家我母亲还在，他的儿子，再也不能走。你说我马上拿刀子，该说我是，哎，我想起我母亲，就住啊，不能让我再走了。坐了牢，既然出来了，不能让我再走。就把烟都烟完，就是一个火柴，上了一所稻草，95年连倒。稻草，人家养牛的，下半年，那个时候是耕牛，下半年做大学那个草都栽干了，是什么？就靠那个稻草，稻草也拿过来吃了，舀的水冷水跟了，是，牛的生火。就是那个精神。哎呀，打个拍拍手，你是个头儿，你喊我在粮站去下那个苞谷、玉米，快把事情在上车下车，硬是路接到扛下来，捞上去，试了车，本小不跟，本地的都跟了，外地的不跟。你不喊我，我在街上耍起我的腰不得啊！二十天。出不出汗水，乖乖生一代。看到这个箭头给你，没拿我们的，就是个麻布口袋，一口袋包裹就是100斤，将近200斤，装得满的好，没拿的。上那个车就是个木头，有三根木头，不过长劲了嘛。那个木头花就快快的弄羊扔了顶，就赶紧捞起上去，敲板，拉上车，要不要弄？
你看不起肯定，你不你都看不上。啊，对你总夸，总夸一块儿的家。哎呀，就是说一个人没钱，我坐牢那天老头都没看过我，我母亲跑到派出所看了我一眼，有三个就出去十年。为什么母亲看了我一眼？我就想了，母亲真的是我亲命老头儿，你是我亲命老头儿，你该在派出所，就是说我老该在那见过一面嘛，一面都不见。后头我母亲说，我就打包他要吐呀，我买了一双胶鞋，那个黄胶鞋在警校上班穿啊，是不是啊？那个煤炭水拐子半个脚的，不打光脚，穿两天就跟灯了，这个肉皮，等到红色车的你还走的路啊，白子吧。每回一开大会，马哥，给我上来，老大就喊我马哥。我说马哥，那是酒都没得，你不，你不我家庭好就算了，我一句话不谈，啊，老个就是老道，犯人管犯人。肯定你一个总得我不好犯人都是我话，你相不相信啊？他老总队长就是老道，我了我就是老二，犯人真犯人了。你要管我应该派的工作你应该干好，不打你屁股。你回来我跑到火车上去，老道没赔我多少，你二十五个我炒二十五份肉，没完我说嘛，到不满我揍你。你把火吃的好牛皮，你都是犯人，啊，就那牛皮，多老啊！我跟你说，老大都怕我打我的家，他才丢着十三把火，吃吃的干干，你发了没发？人家文化求字儿都没得过，人家屁话超过你的文化，啊！你本地的地方干部的规国家监规，全给你规定了，犯人的监控规定了，你羡慕性嫉妒，啊！我说你报不到这儿，但是我记得这个是副总。干部吸大犯人，你重新犯罪，啊！你相不相信这句话啊？是不是？这随便气就犯人是犯了罪，是能拿给你糊涂管，你不能打他。你打他，你是个老大都弄一个都坐牢，你相不相信？啊！不可能，个个犯人都没靠背上，有些犯人靠背上比。当老大的他的在后啊，他儿子犯了罪，他老子还是监狱长，我操你妈，你跟着认他呀啊，就认不赢啊，儿子不听话不管老人的事，可能你把他儿子搞残废了，他马上起诉告你，你给我监狱长都坐牢，你相不相信我说这句话啊，兄弟，是不是啊？犯了罪该你管理，你不能打他，你打他你就犯罪，是不是啊？你还是说今天我就杀了个人，你打我你就犯了罪，你相不相信？我没靠背上还有个徒弟，可你给你惯着打，要那个死，啊！没坐过牢你就不知道那厉害啊！如果你在牢个队打架，管你小鸡儿，比如说想管你在个人的楼梯这儿觉得小，人家不干你，
那天给你搞了一盆水泼来，那个地盘里给你打湿了，你有啥鸡巴破干呀？人家烤的那铁门盖子从烤的多一不好走，我娘就变得就裤子都该呼吸出去了，还喊你去在厕所头我尿酸鸡巴掉。有一个人就是我四川的，玩了十年出来，这三个人做生意挺抠抠抠脚。我都讲了。啊，十年带小鸡关了。七年。关了十年。小姐，人看不起你，给你盆水泼了，那个楼梯这儿觉得下也好宽。啊，你睡嘛就是这么，铺的，渐渐落得到地，有好几把宽楼梯间儿，不过总宽的梯子嘛。啊，还只有外面还给取的砖墙呢，又很宽。是他通得到风啊？那是起那个狮子枪枪。你给哭吧，你吼你妈半天没拿过东西，也可能啊是个啊火头那个水来，刚才你找不到，你吼上老上高兴我拿过马头，不高兴给你劈了半边摔去了，摔半边给你还当不得用，我找回来给我吃，把小鸡儿花你想不想去，你是水但那你不是找不着，这时候老该当工作，真是当时愁。在那个井底下挖了个煤炭，雇了个六子支柱，一只手举七十斤铁把起来，还有四只手去雇了个支柱。250斤勾起来，只是说剩一下像一只手举了个两头，就是锅缸啊，有中长、中宽，单方是之内，一只手举起来，没牢的去干噻，干上手噻，下手你看蜘蛛干，上手干撑过腰，撑过腰，一下手勾煤勾到六指头，六指开始稀稀哗哗拿个铁把就挖起走，挖到六杆，回去了。因为哪个都愿意我当下手了，我这个月那个所以我三个下手，哎我是搞了个制作的，我可以你趁着我的半边脱身都可以睡觉，你上我哥哥你喊我，我就把你跟堆在水上，我四个就走了，是吧，那就是个小主，是不是啊，没哥哥肯定你走不到，必须要勾完了那个蜘蛛要到趁那个槽子给拖出去，那蜘蛛啊一下抢到铁把蜘蛛是更是动大的，那个伸出来一只小车一个蜘蛛就顶起来，一咬一只好动了，一个小车一个蜘蛛那是五个爪子，为什么那个两腿就扩在这五个爪子给你就撑到了噻，那不是两把面是槽子吗，就撑到槽上高边不够就是好木头铁材有的是，还有专门有两个小组专门用那个铁材拿那个花车就把轨道给你推进来，就这个铁轨轨道给你卡几头推几头，那个铁材就专门送到，那就叫民宿工人，还不是犯罪的人，看。你牛批了是不是？哎我操！哎妈，这鸡巴还尖鸡的，还穿起来就是他娃子。啊？不了，你咋给穿起来？哎，这是新车。啊？是啊，我三鸡巴包包打你。穿穿。我鸡巴活计还在身体里还高，要着火了啊！着鸡巴火！你看你搬到那边去了，操！我得拿点。
姑娘，好的，没事，好的，走。你不要和连营了，可别着火。你起码。我不想哭。这个感觉他怎么意了他。做了。还有鸡棍儿汤。那个鸡棍儿。还有小烟子。你看那个泡沫好做。牛皮多就把那烟子。我这个提不起，我提的小量真找不开，你看看白油，麻油。老费给他烧死了，那烟刚才就掉了点河，你媳妇非往那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没找啊，又是老二来了。要不咱就拉过来，把你吃了咋了我还不干？你看你那家伙不是混蛋啊？今天又是老二来了，你看这个打一打去。我怕谁啊？我马哥，老子自己道歉，靠你。关键我靠，靠你马哥。自己坐上去，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我一天吃够七八顿饭了，没问题。但是我不欠你老婆，欠他不多钱。我要吃得起就买得起，吃不起。那你过来，我看看，我看看，你过来看看。看看你们看麻雀。哎，我就看你那小麻雀，你那小龟头都跑出来了。俺就是不敢吃，你是不是想出来晒晒太阳啊？你？跟我出去不管你事儿，我老太太，我两个谈话不管你们的事儿，过你们的事。上。倒霉嘛！我操，你别痛啊！我痛了个腿。我一看，我看，我说他地出来了，我痛你！我这把裤宽的是不是不痛你？痛到了你。这把烟都上不起，我还不用。上这一块。正在哥们儿，你不有吗？你看看，你都讲你都牛皮啊！你是重庆的啊？你上去。老乡啊，老乡皮的在水我吗？老乡啊，几个偷枪？你那是干皮儿呀，不是偷枪。哎呀，老乡，你要砸何方？你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难？我跟你说过，几块牛皮吧，是不是？老乡，冲一枪，吃过多少苦，吃过多少难？都是在那个受了苦，受了难，这个受苦不受难在哪里啊？牛皮吧，29岁就坐了10年牢，我怕谁呀？我怕谁吓我？劳改犯，从来老婆都讨不到，媳妇都讨，官儿都得。牛皮，牛皮耍大姑娘的大腿高大，还有一二媳妇的大腿还跟他高大。哎呀我操！打你屁股上了，你给我我的啊！打你屁股正上。你干啥呢？
跟媳妇说喊，到底到哪去？干啥去？要你妈妈跟你狗睡觉，是吧？调情跟他睡觉不是一回意思啊！啊，是吗？哎，医生，还有句话，你老忘记我了。调情是什么？这是我男人，养不起他，跟别人调情。啊，是啊。就是那个意思。这就是红红的姑娘。那里面辣怎么不吃啊？那香肠怎么不吃啊？麻辣不辣了？牛皮不怕油，我们不生气。来吧，干吧！一会儿就干，麻皮啊！干你兄弟媳妇！干你兄弟媳妇！我吃饱了，等会儿找你兄弟媳妇玩。找你大嫂子玩吧。我找兄弟媳妇。我操，这是干辣椒面。他说。哪个兄弟啦不干活呀哟哟！我操，你鸡巴唱的啥东西？糊弄的。哪个兄弟媳妇才不干大辈子哟呀一儿哟一呀哟！是啊，哎兄弟，大辈子有了钱，找你兄弟媳妇玩喽玩喽。有啊，啊？可以吗？中不中？又听到我唱老公我带路带的好不嘛？啊？啊，这老公我带路带的好哎呀哟哟！啊，老婆婆带路带带不好哦，一天三顿喊我三大杯煮茶，又要讨来又要摘，还要要煮哦煮哦，这三号老头啊，哎呀，大伯大伯，腿上坐不得，摸也摸不得，有了钱哪的都摸得，搞一搞得，好吧，来吧，兄弟，哎，大伯有了钱哪的都摸得，干一干的，水水的，大鸡巴干不得，你兄弟没带钱子，你饭都吃鸡巴不起，大伯有钱，你不跟他大伯啊？啊？是啊，大伯大伯，腿上坐的，摸一摸的，搞一搞的。你什么泡泡椰子辣椒啊？辣椒嘛，都有，大蒜泡的都有。我这个辣椒，我炒辣椒，都有，酱油。我吃嘛，我的喜欢吃多得很，所以说我怎么三天三夜不停。不对的，在我四川的时候，从三国里，不是双子在管，双子在中间，一河那边有个
我也把你唱过来。对唱，谁输了谁过来，我输了我过来，你输了你过来，不管是你小妹子、老太太，你都过来。就在三个个人，我给你过来。啊，你相不相信？你再唱两首。我没用，我才一把瘾嘛，唱来你们懂不打啊？唱来没几把瘾，第一个都平平嘛，吃我也没得。当当我吃，面条。嗯，那你确实很难。我们四川人就是后马口，就在山上去唱山歌，两个对唱啊，不管难。你两个跑，我一个人把你唱的，我唱服了你，肯定你媳妇就跟那个睡觉，求求不跟啊。三个不唱王子多，大路不走灯塔舞。三个是多的，真是一百首哎呀，不是吹牛逼。北京上来，哪个懂得的？懂得个屁！除了重庆老乡，勉勉强懂得的。除了家河南些是懂得这个屁。你先弄个后戏的去吧，你挺不过瘾。干去吧，李东东。啊。李东东，谁是你老乡？你看去吧，你东东。哎呀，吃饭去吧，陈年。你是莫小狗是吧？两年多你都标记不得。你到时候到时候我都不服了，你这人。我就不知道睡着了，他们。在你身边，拿个锤子就给他，拿个锤子，没事。睡着了。啊，要去整他。昨儿娘娘听到叫唤，他跑进来揍你，看可以看，知道？娘娘揍你，我表就把他我火冒开。在那里头都干嘛呀？工地里头。去砖了，打混凝土啊，搬钢筋啊，搬木工啊，还抬吊啊，乱七八糟玩。一个月赚多少钱？啊，赚了就不行。人家找钱，我上去，这才就把好多钱。我一说干了干了，你妈5年5万块钱都没给我。他说是，我就一个女婿，包的。我那人都跟了，那是我不跟，他把我的干。啊，还把我15、25个人拖走。我走了，你回来干吧，有意思。一个月有3000块钱吗？工资。完蛋，真夸张！别讲钱了，我就说干5年5万块钱都没挣到，你说一个月好多钱啊？每个月比如300块钱给你喝酒、抽烟，自己买呀。那吃管饭啊，我付出啊，是不是啊？那5年就是白干了。如果我在广州1年8、9万、10万我都找不到。每天就是说少了500块钱的不得给干，一个人操作，但是思虑，一晚上只能睡到2个小时回去。做什么呀？
朱砂鸡巴人家只就是这个蓝衣裳的骨头，他本来给你拉在大山骨头了，你把牙拿去包装，不省么？七八十个人给拉进来大山骨，啊，这大半身给你拉进来，一出太阳，那天跟你说，李姐姐呢，也大山骨，啊，十二个的混蛋，排蛋，啊，都打五，是不是？啊，大娘跟你说有几把条中大根脚，而且我笑了，十二台哑巴就一孔屋的，一个人操着累不累？有什么时间来做饭吃？就什么时间跑到商店去买东西？就都是跟商店的老板打过电话，啤酒、花生给送了。你要吃鸡爪子，你电话赶紧说鸡爪子，五分钟给你送过来。那你十二岁到二十八岁都干嘛了？在家。在屋头啊，做农务农啊，干啥就不干。我庄稼人少小，人要请你，你单就抱不起份，是吧？是从庄稼上，那个犁头用肩来扛，甩了个砖砖儿，你说吧，拿肩头捞那个的犁头弯弯扛过来，没吃苦，你老子的。那会儿你咋不上学呢？我就什么时间上学？十二岁就分了家，我老妈喊我读书，我老爸打我，不读了，读了一个月，有好什么文化？就读了一个月。啊，这什么文化？我想路牌有些走道走错，人家抱不倒，那其实鸡鸡巴吵了，是吧？十二岁。那你十岁的时候怎么没上学那会儿？哎呀，不读了就不读了，跟你说读了过用。屋头，那儿不是大集体吗？看一条牛，一天有五分。当你一个妇女做活了五分，是吧？五个工分。我还读成什么？每年过年了，老妈我。这两条那个蓝布衣裳，就是说很高兴，啊，是不是？你不干活了，拿点衣裳给你穿，穿你妈的裤子就是说这个裤子重八又重八，啊，是不是？就从十二岁就开始干活，啊，就独立生活。自己做饭吃，自己找钱用了，还干活。十六岁就是泥巴船到爬梁下都全干得了。那你爸呢？哎呀，他爸上吊了，总就抱过来。他不管你啊？他管我做什么？我就是他短都短就关系了。十二岁，还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断绝关系？为什么不断绝关系？他对你不好。对我好啊！咱该后面弟兄不把壳了，我在屋头种田，拿着包要打我，拿着刀要砍我金棍儿，这也是对我的好处。我还跟你在一起啊，哎，过不到的日子，只有独立生活了。有一次他拿起刀我一上来，就是我逮到根树子嘛，我一甩了两百遍，老子滚到感觉就像站在大边，好多往头是田，是石头打死我了。你相不相信啊？下面往头是娃娃田。他喝多了。
肯定喝多了。他和他的朋友喝酒，管不了我，谁管他？清晨的时候，哎，老三，拿十块二十块给你。后来喝酒醉了就要砍我，我对不起你老人，我不该拿钱给你喝酒，啊，是不是？就你妈对你好啊。为什么我妈妈死了，我帮八万几万，我全送上山，我一个人扛。我打过他了呢，我媳妇没钱。我在广州这坐飞机回来的，我母亲过世，母亲养了我十二年，必须送你上山。拿起回来买三头大猪，将近一千斤肉，肚子疼的东西给我破掉，买了活猪，买了八十的猪，买鸡买鸭，买乌龟买龙虾买团鱼，小菜，还买啤酒，也不算算，也是十块钱一个，不要钱了，啊。全部是小熊猫，那都不是狗瓜，看到没有？地下，你听到吗？这个还有，那是青的，这是黑牛屎的，就是一个南瓜烂，我摔起来就能烂了，都白果，你好，这边还有个。因为的，你看嘛，现在这个些南瓜在那我掏了，你看这个，现在肯定折了个瓜走，你看嘛，这个南瓜藤子整破了的，操他妈的，气死我了，给偷走了是吧？是啊，肯定折了个，那个南瓜藤都整破了的，嗯，肯定折了个，倒了个，这个是瓜呀。五瓜结瓜，现在不是两瓜，还有个在后面。冬瓜结瓜，等冬天结瓜。是中豆去，开豆。不懂吃什么，天天在河南那去买菜是就是三块五块要找，是吧？嗯，是不是找到了？我没开成，我没在这买菜，河南人没有。你是靠我的瓜的，是人家的瓜干。今天我吃了个苦瓜，都是在河南人买的，前天买的。多少钱？买三个苦瓜，买了两公斤，吃了过是还有个。Thank you.
我这个他一过抓上个包了回来大意思我就死了我那小哥怎么就是把酒记了让我写残不残废人家有钱的老板这会儿我还没办法把人家干我了他死了眼睛都不闭八天都死了眼睛不闭这就是伤心王太太他跟着我上了屁股走早上就会跟着我上了去屁股走我打了一条追得扑扑王太太还在打扑扑他是怎么死的中国四大五条五条狗咬他一个啊我就是吃了酒精的一个骨头晚上几点八点过嘛八点钟我的就我里面过那菜的公司八点过了我就是孩子嘛白天吃如果我早上不给门破烂可能就省吃不了多少你相不相信就是都是没钱这是神事啊他死了眼睛都不闭我真你妈去医生跟他打倒到晚上我害怕冷得疼他死的心不干啊确实他心不干我那天给我带病死了他眼睛闭牢了几条不多没闭牢他还没死之前是你活得到今年的生日本活得到你就好活不到我医院里想你是一个朋友的代表我既然他都还没眼睛他就死得心不甘了我老人请到他没他就打得起点
这鱼那个那些就冲跑了，抱了回去还是活的。我说我没东西吃了。这是他贪不到好，那我好聪明，他这一节都是把你吸那个从葡萄酒上的。中国这一年这个运气不好，确实快没快乐，没有好快乐，快乐我还是想快乐，好的快乐的你跟了你多久啊，那狗？将就一年嘛。小狗又没忙，我又没忙，就跟曹操一样的，从春一代拿的，一直是当代拿的，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情况？今天有就今早醉，明天还不知明天吃不吃饭，吃不吃？钱再多都没几把用，我敢说这句话，一个人品。
哎呀，嗯，是不是漏片？我已经，老弟说没有。我马上就要睡了，你就看那个别的包呢。别照了，要不太暗了。我想我老婆子呢，这个来的。我三个人，这个三个在这里，三个在这里。啊，这里有三个。三个。干起我来，兄弟的婆家要修个给你来的。他跟你玩吗？他。看嘛，就花钱来。我看看。你看见？给我的讲好了，怎么要冷？你抱着他就不冷了哈。啊，他就不冷了。你要出去吃东西啊？叫给我吃饱，给我吃，叫好吃。睡球喽。啊、哦！你早点给这不玩呀？睡，你睡吧。你把这个给我，我让你下去吃。我打你！睡吧，我走了啊。
半个就够了，你要不能吃好多。我说我买整个的，不是买半个的。那你来买别的东西行吗？哎，来，过来。我喊你看半个就半个啊，大鸡巴更多啊，我吃不当多。两个，大鸡巴吃当多。来，我把我分给你这个钱，鸭子，你带回家吃。哎，不用鸭子，这个鸭子我给你带回家吃，不能。不要。下面呀。兄弟，不是有个小兄弟吗？就在后边溜溜溜。我问了一下嘛，你姓徐，我说你是我叔爷的兄弟，我说他一把不听话，跟他连环跑，他偷了个缆线，就把这手烧了，就像都是靠穿方向的狗，烧了中国一批，都砍了没戏，好砍了，自己把胳膊砍了，自己把胳膊砍掉了，自己磨好，死掉，死在我窝子头。你妈去年我还进了一天牌子。哦，但是他自己摸脖子说你在不在？我不在呀，我刚才路滑梯从那店头嘛。啊。刚才这边面前两个关键是苹果，我想去给他拿过，不动动。啊。回来，他自己拿了个防水刀，一磨掉，当时都喊着人家的事。死掉了就是。我又没鸡巴电话，我的鸡巴在马路边当警察车子那晚上，我手机天亮没有过警察车，我操他妈的！第二天，还有些就说，就是啊，这孩子跟警察打了架，我说没电话，哪个老乡的电话都不让我打，没办法。你是回来以后看着他不行，死掉了，不行的。一走了，姑姑就哭大了，姑姑就坐牢了。不是姑姑杀，姑姑，你再说说不清那个哭，不能杀掉你。对对对。你没烟，姑姑还没烟，要喝酒，没钱，我没酒，每天给你一包白粉，是不是啊？年纪不大是吧？他起码十八岁。但是我一个祖宗传下过来的。怎么起的活你知道？打工的，我人都没鸡巴在家，我回来那种野火在这走鸡巴的。啊。我第三天老说到跑起来，问我咋个着了？我身体我难调，后头我再没在家，哎，我的农，真的就跟外婆那弄巧呢。就看到这边他就把他的火跑到以后抽一张。我说老子如果我烧了
死了我还跑到你那里头吃口水吃饭喝酒，我不我吃些馒头。穿你要上蓝队转了转转就不转。牛逼！这才牛逼！行吗？行行行，六十就是六十啊！行行，快点上个地方嘛！上太棒，沿着。这太大了，太下线了。这炮不换成流了吗？他现在那边一个炮不就五炮给你炮了？炮给你炮了？来个花姑娘干活的，花姑娘干活的。哎呀，我操！咋了？人都喝你。你说咱这边给我抬不起，这买不掉，看起不太起，有啊，买不掉的，啥地方买不掉，就是买不掉的，看球啊，你啥呢？没人姑娘想买了，姑娘想啊，你看没人姑娘想一出来的，让我买的，啊，说吧。收的，收屁！我不是收的，我偷了你。没有，真是收的。你干嘛呀？拍他们。拍他们。拍记录王嘛。哎，好多钱？你买不掉的吧？牛皮啊，不是这把交钱哟。钱给你不要，赶紧扔过去。有多远扔多远。钱围的，你看周色都看出来了，我教你。小不干净吧，小不。你看看。我姑娘。看见了吗？这不钱围都捞出来了吗？钱围的。先扔了他，他十块钱，他就扔十块钱的。给我十块钱。不能扔这啊，扔这扔。老板来了，哎呦！二老板，那你走买不了，老板给他钱，花姑娘。
吧。我叫福子。快收啊，队长！等我小妹，快走！从外面去把老身上搞一搞一搞一块了是吧？哎呀妈，可是啊，这太差。这几块一百块，一百块一瓶酒，好正常。流浪的人儿跟着河边走，一无所依留，留在了北京大土匪，抄了我的家，被子蜡烛都抄走了。就没有饭吃，只有在呀火里摸鱼吃，不摸鱼就没有生活，流浪的人儿就遭大风刮，我在哪里去，我就在哪里生根，
喝。